早晨，又嚟到逆境自强嘅时间啦。上一集咧就同大家讲咗好多香对于我哋嚟讲咧有啲乜嘢好嘅功用啦。今集我哋终于可以嚟听下究竟香同香港有啲乜嘢渊源同埋故事。咁身边咧依然有我哋嘅香艺师 Aaron 嚟同我哋讲下故事嘅。欢迎 Aaron。Hello， 芝芝。Hello， 咁你介绍下自己先啦。啊，我叫 Aaron， 叫邓浩全。咁我就做香咧就做咗有十几年噶啦。咁呢个系我嘅兴趣嚟嘅。咁今日咧，我就想同你即系问一问你一啲关于香同埋香港渊源嘅故事啦。好啊。首先想问一下，香同埋香港其实有啲乜嘢关系嘅咧？其实香港咧，点解叫香港呢？就早在宋代嘅时候咧，香港已经系反云沉香嘅港口。That's why 点解佢叫香港？系因为以前沉香嚟讲，其实我哋广东系好出名产沉香嘅。有個名字叫管香，因為在東莞縣一帶。咁我哋嗰陣時候香港都屬於係嘅。咁即係呢一帶咧非常之適合種沉香咧。咁啲人咧就會上面東莞嗰度有個市集啦，叫香市。咁佢哋買完啲貨就會運嚟尖沙咀歇一歇。所以尖沙咀以前有個花名叫香浮頭嘅喎。咁然後再會去到香港仔，其實香港仔就正正是最早稱為香港的地方。因為啲香經完尖沙咀再去香港仔的時候咧，咁佢就會再遠，可能係啲遠洋船去運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嗰個位置就叫香港。咁亦都係以前啲人開村的時候咧，會種一啲風水林。風水林通常是最賺錢的植物啦，沉香就非常之賺錢，所以他們一開村呢就會是種沉香，所以 that's why 為什麼香港曾經是非常之多的沉香樹在這裡啦。去到近代，剛才都可能說過就是50至70年代，因為內地不給做香啦，所以香港很多的名牌的香 brand 由內地來了香港，然後成為了那個年代差不多最主要的製香的出產的地方，咁就俾我哋差不多所有的海外的華僑係使用咯。所以其實你可以見到香港係呢千幾年嚟咧，都係同香的關係係密不可分咯。我聽完你咁講咧，發現其實原來香港同香呢樣嘢咧都好有淵源，即係本身香港係一個漁港啦。咁你講到話，其實我哋香港自己會出產唔同嘅品種嘅香嘅喎，會唔會你都可以簡單咁樣介紹下有邊幾隻係常見嘅香，同埋佢哋各自有啲乜嘢功用㗎？基本上呢如果你講香嘅製式咧，大家常見就係有啲香骨，即係有竹骨竹籤喺裡面，我哋可以叫竹籤香啦，大家最常見拜神啦，就係嗰啲咁嘅香啦。咁嗰啲嘅好處就話唔容易折斷啦嚇。咁其他仲有譬如一啲我哋叫盤香啦，一卷卷好似蚊香咁，或者喺廟比較大啲一卷卷嗰啲又叫做塔香，因為三角形好似個塔咁樣樣嚇。咁呢啲就係貨啲長時間一啲嘅，因為佢卷埋咗，其實點解要卷埋咧？就要慳位嚇，因為有咁長咁樣一個鐘頭啦，我要點四五個鐘咁樣唔得噶嘛，咁唯有捲埋佢咯。咁通常呢就長時間嘅。另外有啲我哋廣東叫做玉香或者佛具鋪叫鵝香，但我哋而家一般叫線香，就係冇香骨喺裡面，成支就係香粉擠成嘅，我哋叫線香。因為點解叫線香？好似條線咁幼啊。咁呢啲方法通常呢啲線香啲人就會攞嚟品香用，因為品香嚟講咧，冇支竹籤喺裡面就唔會受到竹籤嘅雜味所影響啦。咁同埋香咧，幼幼地咧就少啲煙，令到啲香點解係香啊？就係透過燃點嘅時候，嗰啲火嗰火頭咧，令到裡面啲精油揮發出嚟，從而散佈喺空間，而造成一個香氛嘅效果嘅。咁所以線香嚟講係咁多隻香嘅製式之中，通常啲人係攞嚟可能做下禅修靜坐啊等等咯。咁我聽完你咁樣講啦，其實發現香都有好多嘅作用，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會用香薰油啊。其實香反而係一個更加天然嘅選擇喎。咁我知道你其實有推廣保育香文化呢樣嘢啦，同埋你都教好多人整香嘅喎。會唔會可以講下其實整香有啲乜嘢要注意，同埋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
其實咧整香嚟講咧，我哋首先係選材啦，因為而家坊間10蚊、20蚊摘嗰啲香，其實就咁木粉加再燃劑，咁再燃劑係好多 chemical 喺裡面啦，燒出嚟係會散布好多嘅即係有害物質喺空間啦。咁我哋傳統嘅香就會揾啲靚嘅香料，譬如可能大家常聽見的沉香、檀香、柏香、啊、或者很多其他的香，譬如或者乳香、沒藥都會可以做到香的、啊、這些我們會再、加水和香膠粉，即是藍木粉，是一種黏的粉劑來的，是天然的木材，然後就會製成不同的一個形態出來。做香來說呢、選料是最重要的第一。第二就是做香的過程呢，是都是現在我們經常都要 mindfulness， 是不是我們要靜心。其實做香呢是強迫你要靜心，因為你不靜心是做不到香的。因為你知道香呢，首先譬如就算做線香也好，竹籤香我們要搓香也好，全部都要非常之專注，你完全個腦是不得閒想其他東西的，因為左右手做緊唔同嘢啦，嚇，同埋你亦都要望住嗰個成品個形狀靚唔靚仔，所以你透過做嘅過程，無論你做緊嘅時候，其實佢都一路發揮緊佢嘅香味，嚇，因為日落咗水嘅香粉咧，其實佢都保持揮發緊佢啲精油嘅，所以係一路做香嘅時候有氣味嘅一個感受喺度啦，同埋亦都係你要睇住，同埋亦都有觸感，爭音樂就齊五感噶啦。係啦，咁所以佢亦都係好多時候我都介紹啲同學啊，打風冇嘢做啊，做香咯啊，或者係臨瞓之前冇嘢做啊，點香啦。因為其實香亦都係臨瞓前好好係使用嘅一樣嘢，因為香係有一個放鬆心情嘅作用。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市人咁大壓力啦，嚇，同埋而家嗰個有疫症啊各樣嘅嘢，大家都好悶啊，點樣去？kill 我哋嘅 time 咧嚇，咁其實香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良伴嚟咯。嗯，睇得出你對香嘅製作咧係非常之認真，即係每一步咧你都係好認真咁樣去教你嘅學生啦，同埋你自己咧對於香呢樣嘢都非常之認真嘅。咁講到你教過咁多人咯，其實你覺得保育香文化呢樣嘢有啲咩重要性嘅咧？其實首先香文化在我哋華人嚟講已經有幾千年歷史啦。再另外一樣嘢就係同香港係息息相關啦。咁我成日都覺得，咦，作為自己地方，我哋咧應該好好保育翻我哋自己地方嘅文化嚇，因為除咗自己人之外咧，我哋責無旁貸㗎啦，冇理由要外面嘅人去保育自己嘅文化，所以覺得保育香文化係我哋係非常之應該要重視嘅一樣嘢啦。咁同埋其實香係日常生活上係息息相關嘅，大家可能會屋企人會用香啦嚇，或者可能祭祀啊，或者可能大家係禪修靜坐啊，係休閒嘅時候亦都會用香啦。所以其實要認識香文化，最重要係對自己是好啲，點解咧？因為實在太多唔同嘅香係參差不齊，我哋要識得揾啲好嘅香嚇，等對我哋身心都有好處咯。嗯，我知道其實近年你都有搞咗好多嘅一啲工作坊啦，去推廣一啲香嘅文化，去教人哋做香，會唔會可以講下當中一啲經歷啊，或者來年或者未來你哋有冇一啲計劃可以想繼續推廣香文化呢樣嘢咧？係經驗就都經歷都好開心嘅，就係、是、教香嘅動力係源自啲同學，係啲同學咧教完佢之後，哇！我冇諗過香係咁正嘅，哇！原來佢有咁多好處，原來佢歷史係咁，同埋佢真係用過我哋啲香粉去教佢哋，佢借翻去用，佢哋真係得到好處，譬如好好瞓啊，心情好咗啊，嚇啲屋企人唔會反對啊，係因為係舒服噶嘛嚇，咁所以亦都係好興奮嘅呢樣過程，從佢哋一個充滿一個負面標籤嘅一樣嘢，重新去認識佢。第二樣嘢嚟緊嚟講咧，我都希望繼續推廣多啲唔同嘅香文化，做多啲 workshop 啦，希望遲啲疫情緩和一啲，我哋亦都可以有啲文香會，同埋嚟緊我都會有想搞啲英文嘅香班咯，因為其實我哋香港話國際大都會係咪先？咁我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等外國人或者唔同族裔嘅人認識到，咦？佢哋我哋呢度啲人成日都點香嘅喎，究竟佢嘅文化歷史係點樣咧？我覺得呢樣嘢好值得去推廣俾大家咯。
Aaron 聽完你講，即係其實好有有心嘅，同埋你係都好有見解啦，對於香呢樣嘢。咁最後啦，我都想問一下，其實你覺得香呢個文化可以點樣繼續去，即係繼續保育落去咧？即係可能香港即係得好少數人會知道呢一方面嘅知識喎。你有冇一啲活動啊，或者可能嚟緊有冇啲合作嘅嘢，例如好似中西文化咁樣嘅交流，會唔會可以講多啲咧？其實嚟講咧，我哋係啦，中西文化交流有時候都會同唔同單位去合作啦，亦都有去大學度教啦。咁亦都我哋其實基本上任何渠道可以俾大家認識到多啲咧，我都好樂意係去做嘅。咁但係點樣都好都唯有係一路咁去堅持去做落去咯。就不是三分鐘熱度，所以慢慢地儲下儲下，大家就會認識得多了。今天很多謝 Aaron 的分享，我們除了知道了多些關於香港和香港之間的故事之外，我們還知道了更多關於香港的功能和功用。其實講到保育，不單是一些大機構才可以做到一個號召的能力，其實反而我們才要攜手去合作，每一個人都可以去保育這個文化，去等我們的下一代都會知道原來香港有這麼多的故事和文化是很值得我們去看的。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下一集我們繼續跟大家講其他的故事了。